黄色的滚球依序被抽出，现场气氛紧张。台中购物节首次抽大奖，那你可以换 iPhone 16了，恭喜你！掌声鼓励！直接扣到得奖者，不只抽高档手机，更大的来了，再抽百万汽车，油电车一部，价值超过100万。现场没有车子，然后我们还抽出了一个 iPhone， 那也抽出了1100组的3000元。以及14组的10万元的现金奖，目前已经消费，据金发局告诉我的数字，已经到达了35亿元了，那个成绩比去年还好。而事实上，今年购物节规模扩大，光是现金奖就超过了6万组，大小奖都很吸引人，民众也很期待，希望可以抽到汽车。我们的业绩又比平常还要多，商圈、夜市哈，还有市场这种收据的哈。来用 QR Code 登录，这个就会5倍送。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和平啊、东势啊，这个特别需要照顾的这些消费的地方啊，也是会有5倍送。今年台中购物节10月24号起跑，高潮一波接一波，未来还有更多奖项和大奖等着民众一起来台中购物消费。